喂，喂，小飞，一起出来看电影吧。你回来了？对啊，我已经买好了票，应该是你喜欢的皮卡丘。真的吗？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就去。上次的地方。好嘞。这什么电影啊？这没意思啊。哎呀，就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大晚上的女孩子瞎跑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人保安请我看电影，跟一个女汉子一样，穿的这是什么呀？邋里邋遢的。哎，他着急忘了换鞋了。你说谁女汉子？就说你呢，怎么了？再说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还是这样？一见面就吵。谁跟他吵架？说话都懒得跟他说。就是。既然有人陪你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反正每次我都睡觉，拜拜。哎，你要不看电影，那咱们去吃宵夜吧。我这马上还要走，拍毕业照都陪不了你们。好呀。